Hello， 我是王朝芬汉 Carmen， 今天带大家看主教山一号一个全新的 C 单位户型。入门咧会见到个玄关，左手边会是客厅同埋饭厅的位置。整个厅的空间感十分充足嘅，我哋行前少少睇下。这个窗的方向咧系向北嘅，所以我哋会见到珠海啦、内园同埋佢嘅空中花园嘅。单位设计动静分明，客厅和睡房的位置是完全分开的。那我们现在走去厨房看一看先。厨房的空间感十分充足的，应该有的设备都有齐晒。这里有对门是出回去电梯的位置的，是豪宅才有的。再出露台看看，望住主教山，好靓嘅。入面有个工人房啦，有埋工人洗手间添。出翻嚟，我哋睇下比较静态啲嘅区域。咁呢度咧会有个客厕，咁我哋睇下第一间房。呢度咧会系一间套房嚟嘅。咁望出去嘅景观咧，就会系对面嘅空中花园。呢度会有衣帽间嘅位置，同埋有个套厕。再行出去睇下第二间房。呢间房虽然冇套厕，但系佢嘅空间感咧都十分充足嘅。望出去仲要是整个西环湖的景观添。我哋睇埋最后一间主人房，入门左手边会留翻位置做衣帽间。再望下个套厕，用咗自然色系，望落去好舒服嘅，浸浴、淋浴都齐。最精彩嘅部分就系主人房嘅景观啦！哇，成个主教山，望过去咧，仲有观光塔添。另一边窗会望翻晒成个西环湖。如果对这个单位有兴趣，可以联络中原住宅部，或者直接联络我。 Thank you。